Someone's taken an interest in me. Fixers are mercenaries. They work for a paycheck. Someone's issued a contract on me. That's bad fucking news. If I remember right, these guys communicate through the grid.这种拍摄方式真的来救不吗？ 谁家的车位那边前后滑动？ 车实在太不见了。 完成了。
头被打马赛克，好恶心哦。这里解锁。所以我要来这吧。我不知道自己吧。可还可真厉害，这样就可以打通好多轨道监视器什么的，就这样了。这些都是人物，QR code。OK， 等我等下去。等一下就会这样，哦，厉害，不愧是跑酷的达人。超级跑步。我不小心开了一枪。对 ，T 是手枪，想起来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人我忘记是干嘛用的。QR code， 整个城市哦。
各种害。QR code， 监视器的那个实在是太慢了。呼呼呼呼呼，敢偷哎我！就感觉随机遇到的。解锁干嘛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就看那箱子是什么东西。到处乱害。超厉害！咳咳咳，各种拿起。超会转，看，重要。妈，种族优越者就是要给。